这实力呀、第一项触非触之力，触非触之力。第二项智业的之力。第三项禅定解脱三昧正受的之力。第四项诸根立存之力。第五项种种解之力。第六项种种戒之力，戒法界的戒，戒之力。第七项自处道之力。第八项宿命之力。第九项生死之力。第十项漏尽之力。啊，这就是佛的十种。当然我们单单看这个名词不一定了解它里面到底是讲的是什么，什么触非触之力。